哎呦，哥，你站到中间跟大家讲。对啊，因为我站到这个美女桌的这个旁边呢，你们就看着美女，其实我讲话。我不想说这段话。不想，不想。好，跟各位朋友讲一下啊，这个经历刚刚有点喝多了，所以有一些地方呢，我必须要稍微纠正一下啊。那个，我们听到去年的时候呢，去年年底时候，我听朋友们说，这个纽约州呢通过了这个把这个春节哈、农历年呢定为一个这个加不是加州纽约州的这个节日，不是全国性的，但实际上呢，经过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在纽约的这块呢，其实在小组教会小组的这个里面呢，就已经是变成没过了。但是呢，因为我们加州呢，目前上来就是由我先生加州市民上的我三十八帕夫，他现在做两个动作啊。希望在今年的农历年以前呢，会让这个两党，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跟两院参议员跟众议员呢，共同通过一个我们叫做 Senate Concurrent Resolution SCR Number 10 10号法案啊，承认说今年的2月19号是农历的新年，啊，是羊年，这是今年我们做的工作啊。那另外呢，爸爸还在做一个法案 Senate Bill。两个不一样，一个是 Senate Concurrent Resolution， 第二个 Bill 呢是 Senate Bill SB， OK， 那这个号码还一定出来，因为还正在写这个法律的文字啊、希望呢是在明年的过年之前，也许在今年就可以通过。他这个做法是这样子啊，是写在加州的教育法里面 ，OK， 让这个教育法里面承认这个农历年呢是一个 special day of significance，OK，、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农历年的这个精神意义以及这个东方人怎么样庆祝这个节日等等这些习俗呢，在这里面写出来。意思是这样的 ，OK。因为如果它变成一个加州的一个法定的假日的话呢，我可以跟各位朋友们报告啊，100%不会通过的。因为作为假日的话呢，它有这个 financial consequences， 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放假必须要付钱的，政府要负担，公司放假，公司、企业主要负担，所以呢，要通过这么一个东西非常困难，同时呢，不是。